请看着《幻王会解》第26页。26页的最后一行中间，祸祸欲造多无间业。这一段善事开着，等于于诸性罪中少分现行，就是我们十门当中的性恶法门。祸祸欲造多无间业，无间业呢？刚刚解释叫忤逆罪，叫做无间业了。无间业，借本书行踪迹，释婚律含注借本书行踪迹卷七第十七页，如诚实云。一去果无间，舍身生报故；二受苦无间，终无乐故；三时无间，定一劫故；四命无间，终不绝故；五行无间，如阿鼻相，众广八万由旬；一人多人，皆遍满故，业不可思。《借书记》卷七十七页引诚实论。如诚实论中说，有五种无间业，有五种无间呢、啊。一去果无间，舍身生报故，去向果报没有间隔，舍身命中就投生地狱受报，好像射箭一样，入地狱如射箭呢、啊，直接入阿鼻地狱。没有经过中阴身，罪业太重大了，想要超度也不可能。去向恶果报无有间隔故，二受苦无间，终无乐故。第二受苦没有间断，日夜受罪苦恼恒常相续，中间没有一点点快乐的缘故。三时无间，定一劫故。第三受苦的时间无有间断，没有刹那休息，决定一劫受报，都没有刹那休息，不像我们累了、啊、我们会休息一下，他没有。四命无间，终不绝故。第四寿命没有间断，在地狱中随死随生啊，中间寿命不会断绝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，从初入时，从最初堕入阿鼻地狱的时候，至百千劫，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一天一夜啊，死了一万次，又生了一万次，随死随生啊，寿命没有间隔。五行无间，如阿鼻相，众广八万由旬。由旬是计算里程的数目。第五身形没有间隔，如同阿鼻地狱的相状，重直的高度，广宽度有八万里。若根据《地藏经》所说呢，无间地狱周匝万八千里，一万八千里，狱墙高一千里，西是铁围，都是铁做成的，一人多人皆遍满故，业不可思，就是《地藏经》所说的。狱中有床，遍满万里，一人受罪，自见其身，遍卧满床，千万人受罪，一个自见身满床上，备受重苦，业力不可思议。菩萨见到劫道劫，祸祸想要造作多种无间阿鼻地狱大罪业。是堪缘杀生所见的境界，
于诸性罪中少分现行。外在的境缘有以上的三类，见事是以发心思维，菩萨见到如是劫道劫，为贪财故，欲杀多生，乃至欲造多无间业三种事缘以后，发教化众生的心，饶益有情的心，如理的思维，他没有这个恶染心了。我若断彼恶众生命，堕那罗家。菩萨他也很清楚了，杀生堕那罗家，他也很清楚。那罗家是梵语，此方又翻为不乐、可厌、苦惧、苦气，是造罪恶之人受生之处，又称为地狱。菩萨发起正念之心，思维：我若断彼恶劣众生的命根，必定堕那罗家，受地狱罪恶的果报。如其不断，无间业尘当受大苦。如其劫道劫想要做的，为贪财故，欲杀多生，或护欲害大德声闻缘觉菩萨，或护想要造作多种无间地狱的罪业。菩萨思维：我若不断其命根，他无间地狱的罪业将要造成，当来要受广大的苦恼。理智的思维观察这两件事情，最后的抉择：我宁杀彼堕那罗家，终不令其受无间苦。菩萨所升起的意乐啊，用怜悯众生之心，我宁可杀害彼人，断彼恶众生命，自己堕那罗家受地狱苦，终究不令他遭受无间地狱之苦。如此，菩萨起怜悯心，又以自己所受代他受苦。这个心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怜悯众生的心啊，不容易。《大宝积经》108卷。尔时有人名曰大悲，于彼众中作大导师。时彼导师于夜梦中见海鬼神来作誓言：于此众中有一恶人，如是相貌，横为寇劫，劫他财物。彼人今生如是恶心，我当杀此500人矣，取其财物还阎浮提。若此恶人得遂本心，杀500人者，作大恶逆罪。何以故？此500人皆是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退转菩萨。若此恶人杀诸菩萨，以此业缘障碍罪故，一一菩萨从初发心乃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尔时恶人于其中间常在地狱。如为导师，可作方便，令彼恶人不堕地狱。彼500菩萨亦复得全其生命。尔时大悲导师如是思维：作何方便，令彼恶人不堕地狱？500菩萨全其生命，作如是思维矣，乃不向一人说是事也。尔时待封余有7日，当还阎浮提。7日过矣，如是思维：更无方便，唯有除此一恶人者，尔乃可令此500人得全生命。复作是念：若我向愚人说，此500人当生恶心，生恶心以杀此恶人，彼诸人等当堕恶道。大悲导师如是思维：我今当自杀之，我以杀此人故，虽百千劫堕恶道中，受地狱苦，我能忍之，不令恶人害500菩萨，作此恶缘受地狱苦。这一段思维啊，不是平常人，
真的不是平常人。大菩萨的境界，《大宝积经》108卷，尔时有人名曰大悲，于彼众中做大导师。在彼500商人大众之中做大导师啊，大悲导师。使彼导师于夜梦中见海鬼神来做誓言。当时彼大悲导师于夜晚睡梦中见到大海中的鬼神，大海当中的鬼神呢，来做如此的言语：如此众中有一恶人，如是相貌，横为寇劫，劫他财物。你这大众当中有一个恶人哦，如此的相貌，他长得这个样子呢，横常做土匪盗劫，劫夺他人的财物。彼人今生如是恶心，我当杀此500人以取其财物，还原如体。彼恶人现在生起如此的恶心呢、啊，我当杀害此500商人以后，收取他们的财物，回到南阎浮提。南瞻部众，若此恶人得遂本心，杀500人者，作大恶逆业。倘若这个恶人得以顺遂本来的心意，达到目的，顺心如意地杀害这500商人，他就造了大恶忤逆的罪业。何以故？什么道理呢？什么缘故呢？此500人皆是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菩萨。说这500个人呢、啊，都是向着无上正等正觉不退转位的菩萨哦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549卷，不退转菩萨若无毅力，终不发言，不观是他好恶长短，平等怜悯而为说法，成就无上菩提作意，常不远离大菩提身等，常不远离大菩提心等。因此说呢，此500人呢、啊，皆是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菩萨。大般若经549卷讲到大不退转菩萨的相貌。不退转菩萨呢，若无毅力，终不发言，不观是他好恶长短，平等怜悯而为说法。不退转菩萨的形状相貌，若是没有意义没有利益的事，没有意义没有利益的语言，终究不发言，终究不说，不谈论了、啊，不观是他人的好恶长短，平等怜悯一切有情而为说法，成就无上菩提作意，常不远离大菩提心等。此500商人都是去向无上正等正觉不退转的菩萨。若此恶人杀诸菩萨，以此业缘障碍罪故，一一菩萨从初发心乃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尔时恶人于其中间常在地狱。他的恶报啊，有这么严重。假若这位恶人杀害诸菩萨，因为如此恶逆的业缘障碍重罪故，每一位菩萨从最初发菩提心乃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此时这个恶人在这无量劫中间恒常处在地狱受大苦恼。如为导师可作方便，令彼恶人不堕地狱。海中的鬼神就说呢，大悲菩萨，你做导师啊，可以做方便，使令彼恶人不堕入地狱啊。
才称作大导师嘛。彼五百菩萨亦复可得全其生命，这五百位菩萨也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啊。尔时大悲导师如是思维，作何方便令彼二人不堕地狱？五百菩萨全其生命，作如是思维矣，乃不向一人说是事也。你看，不向一人说哦，在五百菩萨中呢，不向一个人说出如此之事。尔时待奉余有七日当还阎浮提，在大海中呢等待风向，剩下七天就要回到南阎浮提了。七日过矣，如是思维，更无方便，唯有除此一二人者，而乃可令此五百人得全生命。七天过了以后，大悲导师如此的思维，更加没有其他的方便，唯独只有除掉这个恶人，乃可使令此五百位菩萨可以保全生命。作是护作是念：若我向愚人说此五百人当生恶心，生恶心以杀死恶人，彼诸人等当堕恶道。所以菩萨的思维很周密，思维非常的周密，两方面都思维到。大悲导师又作如此的思念：若我向其余的人来说这个事情啊，向其他的人来说，这五百人啊，应当会生起嗔怒恶心啊，没有错。他听到这个事情啊，不可忍受啊，应当会生起嗔怒恶心。生起恶心以后呢，杀害这个恶人，这时候彼五百人必当堕落恶道，没有错，必当堕落恶道。大悲导师如是思维：我今当自杀之，我以杀此人故，虽百千劫堕恶道中，受地狱苦，我能忍之。这一段呢，就是《灵峰中论》卷三回答菩萨戒九问第三问所回答的：不简别是凡夫或是圣人，于诸性罪少分现行，性罪的开源果然能真实升起大悲拔苦之心，愿待众生受苦，怀着惭愧心羞耻自己作恶，不认为这是功德，则菩萨戒法身没有罪殃，不犯菩萨戒。大悲导师如此的思维：若我向其他的人说这五百人、啊、当会生起嗔恶心、啊、杀害这个恶人，必当堕落恶道，我现在应当自己动手杀害恶人，我因为杀害恶人的缘故，虽然百千劫堕在恶道中受地狱苦，我能忍受。你看，真实升起大悲拔苦之心啊，愿待众生受苦，这个心很真实的、啊，不令恶人害五百菩萨，作此恶因缘受地狱苦。到这里，就是《瑜伽菩萨戒本》所说的：“我宁杀彼堕那罗迦，终不令其受无间苦。”菩萨升起怜悯心，待受罪苦之心，我宁可杀彼恶人，自己堕落那罗迦地狱中，终究不忍心令他受无间地狱之苦。不令恶人杀害五百位菩萨，
作使大恶逆的罪业呢，受无间地狱之苦。如是菩萨亦乐思维，于彼众生或以善心或无忌心，如是菩萨依止大智心，依止大智心呢，上求佛道的心呢，怀着大悲心，怀着大悲拔苦之心，愿待众生受苦，亦乐思维，对于彼恶劣的众生，在杀他的时候呢，或者以善心，用善心，或者无忌心，非善非恶，纯粹是清净无染无心，知此事已未当来故，深深惭愧，知明白。菩萨亦乐思维，明白此事以后，为了当来，令此恶人不造杀业，当免地狱无量劫苦，深深的升起惭愧心。这时候菩萨深深升起惭愧心哦，以怜悯心而断彼命，用怜悯悲悯众生的心而断绝彼恶众生命。大宝积经108卷。尔时大悲导师生哀悯心，做事方便，无护五百人故，害此恶人。这时候大悲导师升起哀悯众生的心，做如此的方便，我为了守护五百人的缘故啊，他为了守护五百商人的缘故，杀害这个恶人。是时导师即以转矛刺杀恶人，以怜悯心呢、而断彼命，用这个矛啊，长矛啊，以怜悯心而断彼命，令五百商人安隐回到南阎浮提，等于救了五百位商人，杀一位恶人，哦，这样子啊，两方面呢，恶人跟五百商人呢，他们都没有罪过。他们都不令造罪恶，由是因缘于菩萨界无所违犯，生多功德。你看哦，恶人他不造逆罪，五百菩萨也不生恶心杀死恶人，大悲导师一个人承担下来。由是因缘于菩萨界无所违犯，生多功德，道理在这里。有什么因缘呢？如同菩萨戒文所说，深生惭愧，自己深深的升起惭愧心。在《大宝积经》108卷的经文中，大悲导师在七天之中审谛思维，七天哦，七天里面审谛思维，更加没有其他的方便可得。没有其他的方便可以做的啦，唯有除掉这个恶人，恶人命根断绝故，不造重大的杀业，免地狱苦报，又令五百菩萨保全生命，由是因缘深生惭愧，不自己认为是功德。虽断彼恶人命，于菩萨界无所违犯，生多功德。怎么生多功德呢？大宝积经108卷，佛言，佛陀说，我于尔时行方便大悲故，即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难。佛陀说，我在当时菩萨因地修行方便大悲的缘故，出生善巧方便，种种救度众生，就可以超越百千劫生死的苦难，使彼恶人命中之后生善道天上。那时候彼凶恶之人命中之后，
命中以后，神是投生在善道哦，天世界中哦。大悲导师以方便智，行大悲拔苦之方便，五百商人及以恶人，都得到救度，都得到救度。故曰：由是因缘，于菩萨界无所违犯，生多功德，而得超越百千劫生死之难，叫做生多功德。所以我们看藕益大师的解释呢，此则大悲增上嘛，纯以待苦之心而行杀业也，不容易哦。这一段偈文呢，则是说明大悲拔苦之心增上的菩萨，纯粹是以愿待众生受苦之心而造作杀业，深生惭愧，明其不自以为功能，跟我们《大宝积经》的经文讲的一样，造杀生之业，深深升起惭愧心，感到羞耻啊，这是罪恶啊，说明他不自己认为这是功德，他没有贪功德的心，没有，也不是自己，也不是贤己有能啊，以怜悯心明其实无一念成分，用怜悯众生之心，说明他真实没有一念嗔恚愤怒，这个更不容易，更不容易。故虽甘受犯戒之罪，而究竟无违犯耳。所以虽然甘心纳受犯戒之罪啊，然而究竟对于菩萨戒法，断一切恶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度一切众生，对于菩萨戒法无所违犯罢了。倘失分未忘，倘若失己失智，嫉恶如仇，憎恨恶人如同自己的仇敌一样的愤怒之心尚未忘怀，还没有忘怀，或贪图功德，只是为了贪图菩萨的功德了，贪图功德哦，驾言于大士宏规，凌驾超越言谈于菩萨大士宏广的规范法则，岂能免性遮恶业哉？难道可以免除杀生的性罪跟遮罪、犯戒罪这两种恶业吗？不能免除。所以这是大菩萨的境界了。杀戒说完之后，那最后呢，怎么忏悔呢？我们声闻法里面，沙弥戒、比丘戒各自有忏悔法，但是菩萨比丘啊，他要通学，菩萨比丘融通都要学习，他要教化这个其他的六众嘛，教化六众，其中的再加二众，我们也要学习犯戒呢，如何忏悔？哦，这个《忏悔心法表记》，我们这个戒本哦，会节里面呢，会节的22页哦，22页这个地方讲的，我们应当要先学哦，在杀戒之后，我们就要学了。22页的最后两行，按诸戒戒罪皆需具足资源方成犯事，若尽具者戒重，缺一二者戒轻，是为具之成犯。罪相分逆重轻，重罪分失戒与不失戒，失戒复分虚见好相与堪忍更受，轻罪有等流方便之分，方便互有重垢轻垢之别，详如《忏悔刑法表记》248页，248页。
忏悔心法表记二四七页开始，然后呢我们学完杀戒之后，学完杀戒呢示范的忏法我们再宣习一遍，我们看二五一页，二五一页怎么来运用忏悔法呢？这里杀戒的示范忏法就列出来，列出来之后呢，随着我们所需要的就要翻阅忏悔心法表记，要这样学。二五一页的杀戒，杀上品是逆无生忏，杀中品众生呢失戒体犯众，必须见好相；杀下品众生失戒体犯众，堪忍更受；或是不失戒体犯众，向四人以上众生悔过。这些啊，我们都要依据忏悔心法表记来做，来学习。三品杀法众垢，三品杀上品众生，杀中品众生，杀下品众生，三品的杀法，用刀剑、施设火坑、用弓弩、毒药等杀生的方法，犯重过罪，或者杀或者上品众生的杀法呢，同于不施戒犯重，应当向三人悔过。三品的杀因、杀缘轻垢，或者呢上品的缘，上品众生的杀缘呢，即属重过罪，向一人悔过。忏悔法呢，我们都要学习忏悔心法表记247页，忏法前不兼后，后必俱前。三种忏悔法：一、作法忏；二、取向忏；三、无声忏。前面的作法忏不兼带后面的取向忏、无声忏，前不兼后，后必俱前。后面的取向忏必定具备前面的作法忏、无声忏，无声忏呢必定具备前面的取向作法忏。什么道理啊？前面的作法忏哦，就是说我们犯到了误作的责心忏、轻过戒的对法忏的对手忏，换了轻过戒呢做对手忏，就是以作法忏为主。那犯了淫道杀妄是根本重罪呢，依照我们的忏悔心法表记呢，直接做取向忏，将过灭罪。后面呢还要修无声忏，所以呢后必俱前。接着四忏，作法忏、取向忏。作法忏有三条线拉下来，向一人悔过，非染污犯即方便轻垢，但向一人悔过，罪便得灭。根据我主的忏悔心法表记呢，我们受了《梵网经》菩萨戒本之后呢，也要学习《瑜伽菩萨戒本》，也要学。所以这里说呢，非染污犯即方便轻垢，但向一人悔过，罪便得灭。非染污犯呢，出在《地持菩萨戒本》哦，《地持菩萨戒本》。若懒惰懈怠，若无记心，若妄物，犯非染污其，这是非染污犯呢、啊。懒惰懈怠嘛，无记心呢、啊，若忘记了悟心呢、啊，若妄物，犯非染污其。
借本经兼要，非然如其或犯轻过罪，非然如其或犯轻过罪，应自责心，在佛菩萨形象前作责心忏，迭出罪名罪种，即方便轻垢，如同放往何处，为此人作杀方便而误伤彼人，于此人便结方便罪。方便罪者，三品的杀因杀缘皆轻垢罪。我们刚刚看的四忏的方法，那里面列出来的，但向一人悔过，罪便得灭。于其菩萨戒本，若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，非懒为犯，就是非懒如其了。准菩萨戒本经兼要，应自责心，非懒如其应自责心忏。忏悔法呢，就在偶益大师全集的第十二册，于伽菩萨戒本，偶益大师全集第十二册第二忏中品禅犯，这个地方有列出来，怎么忏呢？对一人怎么忏呢？应言长老一心念，或者大德一心念，我们先这个长老呢，戒赖比我们高嘛，我们先要向长老顶礼，顶礼之后呢，长跪合掌，长老一心念，我魔甲犯魔甲罪，叠出我们的罪名、罪种、罪相，依照我们刑法表记后面呢后面251页，三品的杀因杀缘，杀因杀缘，升起一念杀心为因，罪名是犯轻过罪了。升起一念杀心，犯轻过罪。升起一念杀心，犯轻过罪。这个罪种属于第一篇的属于般若一罪了。罪种是升起杀心之心呢，升起杀生之心，犯轻过罪，轻过罪是罪名。那罪相呢？你动了几次杀心呢？动了几次的杀心呢？罪相就几次呢？长老一心念，我魔甲犯魔甲罪，我魔甲犯了升起杀生之心，犯轻过罪几次，今从长老忏悔，不敢复偿，忏悔则安乐，不忏悔不安乐，意念犯发怒，知而不复偿，长老意念我清净，戒身具足，清净不善，如是三说。三次呢，都是这样子讲：长老一心念我魔甲犯，升起杀生之心，轻过罪几次，一次或两次。今从长老忏悔，不敢复偿，忏悔则安乐，不忏悔不安乐，意念犯发怒，知而不复偿。长老意念我清净，戒身具足，清净不善，如是三说。彼应预言，长老应当告诉他，自责如心生厌离，答而这样子，这是对一人忏。但向一人悔过，罪便得灭。向三人悔过，向三个人悔过。懒污犯及方便众垢，须向三人悔过。
或无三人，只向二人，一人一德。色种无清净大小甚众，堪相悔过，但因众自是终不复犯，作意得灭。若有人可相悔过，不得自是灭也。这段文哈，它旧的本质呢，染无犯即方便众垢，须向三人悔过，或无众生。旧的本质是或无众生呢，这里是或无三人才对。旧的本质呢，或无众生，这里是或无三人才对。只向三人、二人，这个三是多出来的呢。只向二人，然后一人，一个人，易得灭罪呢？原文是易得灭罪。色种无清净大小甚众，或无三人，只向二人，一人易得。我们在前面第一句染污犯，染污犯呢，就是地持菩萨戒本，地持菩萨戒本，犯染污其。瑜伽菩萨戒本是染为犯，违反的违了，染为犯。准菩萨戒本经兼要，是染污其或犯为众过罪，应向人忏，做对手忏。在此所列啊，在此所列出的，则是根据梵网合著卷三忏悔行法。忏悔刑法，须向三人悔过，或无三人，只向二人，一人易得，易得灭罪了。色种无清净大小甚众，假设龙种都没有清净大圣菩萨比丘、小圣的圣文比丘，都没有清净大小圣的圣众，堪可向其悔过，但因众自是终不复犯，作意得灭。只是以因众心自我立誓，都找不到大圣菩萨比丘、小圣声闻比丘可以忏悔，没有清净身可以忏悔的。只是以因众心自我立誓，终不复犯。要怎么立誓呢？菩萨地持经卷四，当自起清净心忏，应当自己升起清净心忏悔，念言心念口言，我终不更犯此罪，于未来中常当摄持律仪戒，若能如是，所犯即除。这是经文啊，菩萨地持经的经文，当自起清净心忏，念言心念口言，惭愧合掌心念口言，我终不更犯此罪，于未来中常当摄持律仪戒，若能如是，所犯即除。所以说呢，但因众自是终不复犯，作意得灭。义理上呢，应当在佛像前先礼佛三拜，惭愧合掌，然后呢因众自是，义理上应当如此。若有人可向悔过，不得自是灭也。假如有还有菩萨比丘哦，还有圣闻比丘可以忏悔哦，就不能做自是灭罪的了，纵然做也不成就哦，轻慢生薄嘛，不可以的。第三，向众生悔过，施戒重罪，堪任更受者，须向众生悔过重受。施戒重罪，不堪更受者，即须用取向忏法。哦，这里讲得很明白，施戒了哈。施戒重罪，堪任更受者，瑜伽菩萨戒本，若诸菩萨以上品禅违犯他圣处法，施律仪戒应当更受。
叫做失戒重罪啊，堪忍更受。以上品烦恼毁患自赞毁他，迁徙财法称不受毁，谤乱正法，还有沽酒卖酒了，还有说是重过，必须向众生悔过重受。向四个人，四位比丘，沙界来说，就四位比丘或者四位菩萨比丘，向众生以上哦，四位以上，须向四位众生以上悔过，然后重新受菩萨戒，重新发菩提心受菩萨戒。失戒重罪不堪更受者，即需用取向忏法。失去菩萨戒体的重罪呢，不堪忍更受，就是毁患四根本呢、啊，杀道淫妄，换到杀道淫妄四根本重罪，不堪忍更加受戒者，就必须用取向忏法。取向忏，日夜六十诵十众四十八清戒，苦道理三世千佛，得见好相。若一七日、二三七日、二七三七啊，乃至一年要见好相。若一七日、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见好相。好相者，佛来摩顶，见光见花，种种异象变得灭罪，以见好相作为期限，此需时刻行道。如此呢，取相忏呢要有十颗哦。第一，庄严道场，择取娴静的堂室当中呢，安卢舍那佛像，或者释迦牟尼佛像，更安诸菩萨像也可以，但是必须有佛像为主，必须有佛像。悬设床盖以及珍彩欢花，种种庄严。第二，清净身口意三业，行者自念由宿世的善业故，今生幸得受戒，有幸啊能够出家受戒啊，由恶缘所障故而复悔患。我既悔患三世诸佛所设境界，今生即是地狱中人。我现在这一生呢、啊，就是地狱中的人哦，生大惭愧，生大怖畏。第三，香花供养；第四，赞礼皈依；第五，沉醉悔除。胡贵和长唱云：“普为法界一切众生，悉愿断除三障，自成顶礼。”第六呢，立愿诵戒，诵十众四十八清戒。第七，苦道理三世千佛，得见好相。行者随诵戒经多少境，叩首起立天香自敬，一心圆念三世诸佛，如对目前，因众恳切，一一顶礼。第八，重修愿行，礼三宝敬，天香自敬，胡贵和长随顺弥勒菩萨往昔所修微妙的圣行，奉对三宝，如对目前，唱云，宣唱了。第九，旋绕自归。第十，作念实相。出自《梵网经》忏悔行法，在《万字续藏经》107册0391页。叫做此须时刻行道，备极精诚，具备自己的精进诚恳，仍护内之理观。
内心仍然需要理观来资助。一切诸法性空无我，本无自性，或观诸法本相是空。一切诸法性空无我，罪从缘由呢？罪从因缘有，本无自性啊。或观察诸法本相是空，了达一切法无相，犹如幻化，唯情妄见，唯独是心虚妄所见，如同病眼见空中花，无有真实。能观微妙诸法空相空性之理，一切罪障自消除，所以人护内之理观，外假谈疑，外在往外要假借谈常忏悔的疑鬼，所以谈常要布施庄严啊，布施庄严的谈常，使令我们升起欢喜心、庄严的心。假借谈常，还有忏悔的疑鬼，凡法华方等大悲瞻察，凡是法华三昧忏、方等大圣经中所说的忏悔法、大悲忏、瞻察忏等，一切行法皆属取向忏所说摄，能灭根本重罪、杀盗淫妄，令境界复生，使令清净戒体又能够重新升起，亦能灭七逆罪、恶心出活生血、是护是母、是和尚、是阿舍离、破结魔、准法人生、是圣人，使重报轻受，能使地狱重报、现世轻受，不堕地狱。但不云使得戒耳，只是经文不说呢，使令得到戒体，如此而已。那所以呢，要得到戒体啊，若是在家菩萨，若是菩萨呢，七众菩萨呢，毁犯了大圣菩萨戒，要重受菩萨戒可以，见好相之后，重新发菩提心，重新受菩萨戒。只是经文不说呢，使令得到戒体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一见好相之后，要重受菩萨戒。这一段取相忏呢也说过了，还有后面的罪相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向下文长复以来日。